Everything goes white. I can feel the breeze. Euphoric delight. Only you and me. 要去韩国了。我跟你说，你要带外套。哦，好凉啊。电视很棒哎、欸，对啊，很好哎、欸，哎、欸，它有个电脑桌可以这样放，第一天就买超战利品，超夸张的。我们只是先买保养品，就是那些护肤的一些美妆的，美妆明天哦，美妆明天，多长啊？你看，刚刚那个店员重复算再重复算，因为他怕算错。好，走吧，我都反认了。你刚刚看那个 Americano 的那个书，没有，女生口味吧？对啊，我记得之前还有别的口味。台湾便利店和饭店，在对面，正对面，真的很方便哦，超方便。夏天，明天早上早起，去逛街，先吃杯狗先，对，吃杯狗。就很好吃，这条真的什么都有。我们刚刚转头发现雪冰在后面，这应该什么都可以吃到。赛达，我们刚刚去买的。嗯，大家早安，今天起大早，比平常工作还早。在等我妹化妆的同时，来吃一下最爱的优格，好几年没吃了，优格。今天查 WePass 点的时候，发现我们住的这边下面就有一台，太方便了吧 ？WePass 来弄一个，点中文，番茄，没错，不喜欢看番茄 ，WePass 卡，站出来，你为什么要看？看我们怎么要拍照？OK， 很棒，很棒。哦，到了，到了，我们来伦敦 Bagel Museum。哇，超多人的。伦敦 Bagel Museum， 超多人，大家都在排队。而且现在可以用邮件，就是用 Google 有那个。之前要是要那个。之前要手机号码才。现在就比较方便。对啊，你看我们用那个邮件候位，大概还要等一个小时左右。我们现在要等伦敦贝果，所以呢，先去另外一家咖啡厅喝咖啡。今天太阳真的蛮大的，这好多咖啡厅哦，还有排铁机，感觉都很赚钱。我们现在去有一家很漂亮喷水池啊，在这边。
就都只有点咖啡。给我们的沙布斯，今天来圣水，终于来了。对啊，就是 music， 而且太阳超大。我们来四天，我们真的跟韩国有缘，我们去哪其实都下雨，真的。然后韩国就天气很好，好好来拍照。今天就是吃的行程，昨天逛太多了，完全没拍。大袋小袋的，对，很认真的在挑，就没有到了 music 十一点开门，今天是不是啊？我不能等了，好开心哦，很棒，哇，哇。什么输入能力就是。
好像啊、哦，在家，在这里，这是蛮好看的。哎、欸，他的是不见了吗？还是在地下室？为什么没有人呢、啊？没空啊。买了两瓶香水，小的啦。对啊，香水蛮漂亮的。然后这个，快买到了。买了两个香水，小的。买了护手霜，买个套，买了两个套装，都超好闻。从那个香水这边走出来，发现对面是超大迪奥旗舰店。现在是在整修。没有啊，他是开放入场，他们在排队吧？是有那个。土拨沙文。O A T， 蛮可爱的。小心没有。对对。小心有没有？在一个大空档。你吓到你喝不下吗？你吓到因为你害怕。对啊。你要把它拨开。错。你干嘛？我的推了拉了提早半小时开店前，他开到九点哦，四点就没了，就说收到。今天一开门就来，特殊的。很爽。他旁边都有附那种结构啊，小。他剖面图，好舒服。嗯，好吃，很嫩，很好吃，推荐。嗯，可以来。那这餐给我同事，我同事也说很好吃，所以我们这次就是亲自来踩点。下面这个是咸，然后玉米是甜的。嗯，这边是什么？应该还是玉米吧。
后一餐来吃这个街边小吃，这趟来都本来想要去广州城吃啊，但太累了。太累了。干嘛去？我就是特种兵部队，对，扛超累，扛货的感觉。卸妆。人家太多这些。那个员工很酷啊。这个不要蘸太咸，要冰冻。血糖太咸，要掉下去。 Oh, I can just see her, so beautiful.